我们之前玩两个对练的不敢去靠啊，现在张明建议就拿个靶来啊，来靠就比较可以靠，所以在这边。整个人靠下去，这个练习叫几分靠，几分靠，几身，身体紧紧一靠，但是是用弹的啊。在这边，我们从这边转个腰胯，这个就是这样拿，是吧？等于我们现在是在那个连环拳里面的正月之后扣出去啊，利用这个扣出去。再做一次，看几分靠，这样子蹲低一点，好，来下一个，你要感觉还是在站着没有，点问题有一个是这样翻过，对对对，好好的，对对对对对，这样一样，对。都是你身上应该打号的，人家打号的，你要玩套路先出来，要不没有套路也可以打，就玩直接过来就可以了。好，来，你吸我，不用什么。有点半挤压式，一般我们在下去的时候，我们不会变成是这样斜的，就平平的，还是平的。你看，我还是平的。哦，你的中间不能掉。嗯。哦，你中间掉了。哦。那是用有一点半挤压啊，再把它那个整个弹出去。我们要的是就是腰胯，腰胯。我还是正的，还是什么？你敲掉不要让他点点了。哎，比较好，这就对了。对，对，还是下去你还是麻木的。好，好，张明老师，张老师。对了，公司是被马虎。对，对对对。但是你是有点，就直接靠过来了，不要有那种有间隙。哎，对，就是这样。这有一个硬推的那种，就是应该是撞一下，就撞一下去，还是不是？这样下面有点撞，有点轻的。最近正在我们转，你这是撞，有点这样转的。这个是被马虎的，有点被马虎的，他叫别人转，就变成这样。